天下功夫出少林。传说河北有少林寺，福建有少林寺，浙江、广东、四川也有少林寺，但是自古以来就带着神秘色彩的武林圣地少林寺究竟在哪里呢？嵩山位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央，故称中岳，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。嵩岳塔是嵩山的标志，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座青砖塔。中岳嵩山横亘河南省中西部的登封县境内，由两组群山组成，东为太室山，西为少室山，山势另有一格，远远望去，它好像美人春睡的样子。少林功夫的真正发源地就在这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松竹林中。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，距今有1400多年历史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五乳峰上有个达摩洞，相传伊尾渡江的禅宗初祖印度和尚达摩在这个洞内面壁9年，因为时间久了，他的身形面影投射在这块石头上，故称影石，现在遗奉在少林寺的千佛殿内。千佛殿是少林寺最引人入胜的一座殿宇，殿内500罗汉的壁画造型神态惟妙惟肖，各不相同。这里是少林和尚练功的地方，方砖地上有48个陷坑，是和尚练功站桩造成的脚窝，正是日久见功夫。在另一座白衣殿内左右两面也画满了少林寺和尚练功的壁画，可视为少林功夫秘籍。球如猫，斗如虎，这幅少林和尚行拳图一招一式套路分明，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正宗少林功夫。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。少林武术自明代起就传到海外，日本拳师宗道臣在40多年以前来到少林寺，看了壁画上的和尚的对打招式，悟创出3法25系600数十计的日本少林寺拳法，至今门徒遍及全日本有100万众。人人都向往。1980年5月，日本少林寺拳法创始人宗道臣携带他的夫人、女儿以及得意门徒数十人，不远千里来到嵩山少林寺，在寺内立了一座龟山纪念石碑，他自认为是中国嵩山少林寺的入室弟子。少林，少林，古往今来关于少林寺的传说很多，这部影片是根据壁画上所记载的少林寺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改编的。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金丹的武艺一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丽辉煌，千年的古。
诸善男子金阿舍离，已为汝等秉宣三归结魔境，汝等已得沙弥清净戒体，我今为汝等说十戒之相，令汝十相手持以护其体，各称法名。绝缘。第一，尽行受，不杀生，是沙弥戒，汝今能持否？尽行受，不杀生，汝今能持否？尽行受，不杀生，汝今能持否？谁敢代公偷懒，杀！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割据，逐鹿中原，争为霸。快起来！隋朝的叛将王世充，拥兵东都，自命阵亡，实行暴政，民不聊生。走！哼，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，靠这些个老家伙，工事什么时候修好？启禀大将军，实在抓不到壮丁，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拥上了。把我抓来的暴民沈腿章一伙押上来。是。快给我走。快。快走。快走。快走。江湖上你号称神腿，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。Ha ha ha!
陀佛。方丈，饥民每日不断，长此下去，少林虽有妙禅，也难免坐吃山空啊。济世安贫，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呐、啊！阿弥陀佛。今后不在施粥了，叫他们吃完就走，谁也不许留在这里。方丈，这孩子伤势严重，昏死过去了，收留他吧。不行，这个头一开，往后麻烦就大了。僧侄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别说了，方丈。这个人来历不明，满脸杀气，只恐会连累少林呐、啊。自王仁泽镇守东都，滥杀无辜，四方人心都有怨恨、啊。方丈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您就成全这孩子吧。方丈，方丈，先把他救活再说吧。佛祖保佑。阿弥陀佛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你是自寻烦恼。师父，粥水灌不进，怎么办？他太虚弱了，山门只有清茶淡饭，怕救不活他。成何体统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？走如风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睡如弓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练蛤蟆功。哎，对对，不许再跳了。寺外练功有违寺规，罚面壁三天。去啊。这不去面壁，跟着我干什么？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？作为僧人，应该无嗔无憎。孽畜！师父，宰了他！罪过，罪过！放生吧。弟子效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有罪。何罪？弟子犯了杀生之罪。救人一命，得道升天。青蛙有知，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真的？僧无戏言。弟子懂了。疼吗？不疼。大师，谢谢。养好身子再说啊。师父，田鸡粥，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。这丫头心地倒不错。
师父，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明知故问。小子，我再去提。
只贪睡不干活，不可教也。贪吃贪睡不干活，不可教也。喂喂，你醒醒，哎，醒醒。死了？谁？是我。你在干嘛？去提水，想抄近路。这儿是历代高僧安息的地方，不得方丈许可，不许随便进来。快走。是。我不是有意害死你的，这里山明水秀，把你葬在这儿也算是对得起你了。埋了，太可惜了。真是闻到狗肉香，神仙也跳墙。可惜大师是个和尚。小虎。啊。大师。你身子虚弱，这东西对你有好处。我。你是俗人，何况在寺外，清规戒律管不了你。吃吧。大师，这你吃过？在老家，许多人喜欢用老姜、枸杞子、黑豆煮着吃，是大补之药。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大师，为了我，你够劳累了，
也该补补身子。自皈依佛祖，想起他也算有罪过，难得有这种口福喽。不会有人来的，何况在寺外，吃吧。师傅，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，吃的是粥水。是啊，确实很劳累，难得有这样的大补啊。嗯，来，我也来一块。你来一块，真好吃，真香啊！师傅，你尝尝，好吃。我这些徒弟呀、啊，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，临时抱佛脚，自然不那么诚心。好吃啊！来吃这块。好。嗯、师傅，这么一来，我们不都犯了戒了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出家人心中有佛，多行善事，不必拘泥小节。啊，弟子懂了。嗯、酒肉穿肠过，对，佛祖心中留。四空师兄早就懂了啊。嗯。大师，他恩爱不能忘啊。四空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，别喝醉了。大家吃了小虎的狗肉，受人恩惠还没报答呢。师父，俺出家人四大皆空，没啥可报答。四空师父，你没摔伤吧？他醉了。傻瓜啊。司空。大师，他是似醉非醉。似醉非醉。醉棍。对。当年他老婆临盆的时候，他买了一大坛补酒，兴冲冲的回家，正赶上王仁泽的贼兵洗劫他们村子，没想到他老婆让贼兵杀死了。从此他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整天醉醺醺的，倒给他悟出了这套醉棍。有这么好的功夫，为什么不去报仇？寡不敌众啊。有人。散。快跑。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。阿黄，姑娘，你见过我的狗吗？你好大的狗胆！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你还我的狗，你还我的狗。打够了没有？再打我还手了。你敢打我？你打。看你是女的，让你几下。啊！再打我真还手了。
爹。爹。哎呀，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，太狠心了。他才狠心呢。姑娘，我不是有心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谁吃了我的狗，我就饶不了他。那么说，连我也不饶吗？你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。爹，你干嘛老护着他？你也护着他，他的伤好得这么快，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，两个鸡蛋呢。我？嗯，谢谢你。我恨死你了，恩将仇报。你看这丫头，大师，她真是你女儿？嗯，这丫头自小没娘，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，被迫投奔少林，把她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，老人膝下无儿，把她宠娇了。大师，我要杀王仁泽，教我少林功夫吧。寺有寺规，少林武功用来防身，不许外传。你不是少林和尚，我大师，我愿做和尚。不许杀生。他咬我。佛门广开，善者进来。此子目露凶光，满怀杀机，佛门怕不能容他啊。佛家讲的是宽厚待人，觉缘愿落发，其心已向善。阿弥陀佛。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做和尚三个月了，天天不是挑水砍柴，就在这儿蹬脚。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？才三个月，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，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，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。什么？这样蹬脚要三五年？嗯，记住，要练武不怕苦。弟子谨记。用来自卫，不许伤人。你目露凶光，
满脸杀气，罚面壁三天，不许练武。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你不怕再受罚吗？我，快干活去吧。打死个蚊子都算犯杀戒，我杀父之仇恨报吗？不许学功夫，我当和尚干嘛？真是穿起袈裟，事更多呀。我不穿了。师父，恕弟子不辞而别了。吃了你的狗，以后一定还你。呀呀呀呀呀！抓住这丫头！嘿嘿嘿嘿！好野的丫头，杀！嘿嘿嘿！鹿茸炖羊鞭，将军请品尝。尝你个屁，弄不到小妞补了，我朝谁使劲啊？朝他。哎呀，罪过罪过。将军息怒，我替你弄到了野味。野味？是啊。好。将军当心小妞野性难寻呐。野性难寻。将军什么事？将军，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。啊啊！哎，嘿，啊，哎，哼，小兔崽子，你还没死啊？啊！好，哎，哈，哈，啊！野性难寻啊！你受委屈了啊！哎啊！哈哈！野性难寻，不野就不够味儿了啊！
他醉了。哼，醉贱。谢谢你救命之恩呢、啊、白姑娘、嗯、你不记恨我了？记恨什么？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。
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，我可占大便宜了。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。王仁泽人多势众，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，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。可我是溜出来的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小师弟啊，我说你准会回来的，舍不得我们了吧？啊，还是当和尚好吧？啊！哎，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他？是、啊，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，小师弟你可真行啊！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师父，你惩罚我吧。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，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。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。饿了吧？你喝呀。喝吧，喝吧，喝呀。谢谢师父。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。Ah!
上火的，他们跑不了了。站住！恩公，是你。小师傅寡不敌众，不能硬拼，这里是绝壁，跟我来。投降！下马，搜！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乱闯。秃驴，你找死！住手！不许动武！方丈，方丈，阿弥陀佛，将军，这塔陵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，当今郑王爷尊重三分，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？郑王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陵里，我要搜查。侵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，不让搜，郑王降罪下来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这塔陵圣洁，不容兵马蹂躏，仅请将军在此下马，一步进内搜查。好吧。哦，跟我来。守住路口，搜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守在这儿。是。听着，你们一直往后山上跑，不许回头。一停步，我就放箭。走。你们干嘛？帮大将军捉拿侵犯啊。是啊，他妈的，侵犯往后山跑了。好，上马追。走。
听说秦王李世民常常深入敌后，匹马探营，莫非你……姑娘，有劳你了。嘿，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，你快吃吧。哎，你现在做了和尚，能吃荤的吗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。给。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。那是是。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，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，我给你们送好吃的。嗯，好好，多谢姑娘美意，我有急务在身，要马上过黄河，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。好，我们护送你过黄河。路上关卡重重，你怎么闯过去？真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可惜你是个和尚。驾驾驾驾驾驾驾啊！走！驾驾驾！小子艳福不浅呐、啊！哼，可惜是个和尚。将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，你高抬贵手吧。妈的，别唱戏苦娘，假泪两行。是真是假，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？别来这一套。来，喜酒我请了，行个方便吧。走吧走吧走吧。谢将爷，谢谢谢。嗨，老大，人家办喜事儿，别疑神疑鬼的，走吧，喝两盅去。疼吗？不疼，来。干脆点，接了他。哎呀，血！你笑什么？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。多谢二位恩公，你们的救命之恩荣当厚报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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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世民，你跑不了了，放箭。将军要活口，老大，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，抓活的。嗯，你送他过河去。那你呢？快抓活的，抓活的，快！快走！好了，抓活的。放箭！啊！
少林秃驴要造反，杀了他们头他们也不敢，佛门尽开杀戒，杀！师父怎么办？蛇蝎缠身阴环招，我佛慈悲亦惩恶。弟子明白。你敢开杀戒，佛道无缘，我送你上西天。啊绝缘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，菩萨会宽恕我们的。是啊，师父。绝缘为佛度人，善哉善哉。师父，弟子不孝，一再犯戒。不过，打蛇不死，会被蛇咬。是啊，是啊。我，你六根不净，与佛无缘。从今日起，与你断绝法缘。师父。你远走高飞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，你把绝远放走了，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。回去。啊。你们还不上马。师父。佛家讲宽厚待人，弟子知错了，再饶我一次吧。让开，不准再回少林寺。
王仁泽等在寺内要抓你，你快走吧。师兄，我不能连累你们害了师父，放我进去。师父，师父，架起来，轰下山去。师父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，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，让我来承担罪过吧。师父，师父。树贫僧不远送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三天之内交不出人，铲平你们少林寺。真惹出大祸了，当初我就说他会连累少林，不该收留他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慈悲怜悯于心，普度众生于心，觉缘乃我佛弟子，更当全力解救。你修行了几十年，竟说出这样的话，罪过呀，罪过。弟子知罪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李世民和少林叛僧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。人呢？启禀大将军，少林寺和尚劫走了李世民，我巡河官兵竟被叛僧绝缘所杀。反了，反了！传令，立即进军少林寺。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，师父，拼吧，拼了吧！我们身为武僧，要誓死保卫少林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放弟子出去，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。一人担当？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？我，你报仇心切，本无心出家，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。师父，你的大恩未报，我不能。我皈依佛祖，万虑皆空，只有一世牵挂，就是这丫头。爹，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，我也就无牵挂了。爹，师父，跟他一块走吧，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。去吧。爹，师父。王仁泽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，快到山门了。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，慌乱什么？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。是。把少林寺团团围困，弓箭手暗处埋伏，一个秃驴也不准放走。是。
大将军，佛门乃城外之地，为何要兵犯少林？少林叛逆，私通乱匪李世民，聚众谋反，证据确凿，勒令严惩僧犯，烧毁寺院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放火！慢，将军，老衲有一事相求。讲。净土洪开，千秋功业，若云有罪，罪不在凡公，若云当罚，罚不及僧众，我是一愿主持，愿承担一切。哼，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。点火。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，寺院可保安宁，方丈可免一死。阿弥陀佛，方丈，阿弥陀佛，杀！你们，你不说出叛僧下落，统统给我杀！不能杀生，方丈，善心动不了恶魔，还得凭这个。降妖伏魔，立地成佛。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，方丈。
放箭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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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爹，师父，师父，放箭。进去，火烧少林寺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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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师父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你，师父，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，直取东都。哦，你们要保卫少林，匡扶正义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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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，杀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李世民率领唐军渡过黄河，直奔东都去了。啊！you
进行兽不杀生，汝今能持否？杀心可惜，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。第二，进行兽不偷盗，汝今能持否？能持。第三，进行兽不淫欲，汝今能持否？师父，弟子决心皈依佛祖，保卫少林，匡扶正义。进行兽不淫欲，汝今能持否？能持。第五，进行兽不饮酒，汝今能持否？这酒肉之戒，我看就免了吧。万岁。既然万岁开了金口，这酒肉之戒
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。贞观初年，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十三棍僧义勇，封官加禄，但少林寺僧人只愿受领紫罗袈裟各一席，水碾一具，封地四十顷。唐太宗感其诚，准许自立营盘豢养僧兵，此事载于少林寺寺碑，由李世民御笔签名，至今犹存于寺内。起！从此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之风，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广及四海。好！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平淡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